Test, test. Three, two, one. Oh, yeah. Yes, right there. This is the podcast you dreamed of. Oh, yeah. That's it. 啊 <laughs>！你现在收听的是张敬伟的频道。现在时间是二零二一年六月九号星期三的晚间十一点二十九分对。对你没有来错频道，就是你不是来到什么什么深夜的什么超变态的频道啊，这就是张张敬伟的一般的频道。我只是想说，大家在。 这个疫情期间呢、啊，应该就特别闷，所以今天来来一点不一样的，来帮你一个一个一个，我也不知道加一些奇怪的颜色进来，哦，让你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哇，今天的节目肯定是非常带劲儿，非常的厉害的，对不对？好啦，也没有什么，你们你现在过得好吗？你现在待在家里还还可以吗？每天还是就是你们都，我发现有些。 有些人的那个工作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影响哈、哦，然后他们的那个呃，就是上下班的时间都还是很固定，所以基本上那个生活都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或什么的。你是这样子的人吗？你是这个疫情已经过到，就是说对你来讲只是每天的新闻报道跟只是数字的人吗？我不知道大家生活不知道有有没有被打乱啊。我自己是。 待在家都快发霉了，还好就是一直有在除湿，大概就这样，就是靠着那个除湿机，然后才没有办法发霉呢。然后而且我最近，而且其实很奇怪，就是我我一直觉得说待在家里应该就是会都没有运动，然后什么会变胖嘛，结果没有哎、欸，结果我还变瘦，我最近还变瘦了，是压力有多大？ 有的时候真的是每天看一看那个数据，像每每每天下午大概两点的时候会那个直播那个数字嘛，然后大概三点的时候文字会出来，你知道吗？那一个小时基本上我就一直在看新闻哎，基本上都没有在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就很浪费时间，非常浪费时间。我觉得疫情期间就很常常会有这种资讯焦虑，你在那个第一时间，你可能就会想说，想要关心一下今天到底有多少人，到底啊，疫情是变严重还是说变渐渐趋缓。 然后就是，就是你的心情就会受到影响之类的。反正我觉得这真的是很要不得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很想要说，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关掉，所有的媒介都关掉，然后就平平淡淡的过自己的生活，专心一致的做自己的。不管是啊、呃，不管是你是在工作上班，还是在讲笑话什么的都好，就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但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 <laughs>。 我最近其实除了在待在家以外，哦，其实还是有一些出门的时候啦，就是出门去办事什么的。然后我上次在那个路上的时候，上次我开车出去嘛，然后回回家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然后我其实一般，我其实，他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我其实开车的技术也还没有到很好，就是不是那种哇超强的什么头文字 D 什么。 藤原拓海之类的，我以前是说自己是什么文山藤原拓海，但那个只是开开玩笑、啊。但是我就完全开车其实没有没有多开的多好啊，所以我一般都是开就是最最简单的方式，然后最最安全的方式啊，能让就让大、啊、概是这种感觉啊。我如果在高速公路上，我就是开在那个。 不是超车道，就是稳定的那个车道那个地方，然后跟着前面的车。然后如果我跟到一台就是开的稍微慢一点的车，我就会发现我左右两边的车道不断有人超过，不断有人超过我，可是我还是乖乖跟在后面。然后等到就是有一波全部的人都已经超过我之后，我才会跟着那些超车人，然后。 超过我前面那台乌龟车，就是我一定是超车，一定是最慢的那个，我不会是第一时间就发现哦、喔，前面这台车好像有点慢呢、欸，然后我就赶快转转车道，然后就超过他。我绝对不是当第一个超车的那个人，我一定是一波那个超车槽里面最后面那个剪尾刀那个人，跟在他们后面的那个跟屁虫啊。反正这些都不是重点。我那天开在家嗯、呃、高速公路上面，然后就是。 因为我那个时候，他他是在一个交流道上面，然后，呃，我那个时候是要快要快要下我的交流道了，所以我就开始往右侧，呃，那个叫什么变换车道，开始靠向右侧嘛。结果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一台家里的货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家里或者家里就是一个物流物流公司嘛，然后他就是他的货车是一个橘色的货车，然后他的那个车子的那个两边呢好像。 有橘色跟灰色吧，好像是这样子的色系的一台车，然后就发现那一台货车开得特的特别的缓慢。它开的多缓慢呢？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就是交流道比较多的地方，所以就是它好像最低速限是六十，然后最高速限是九十，所以就是你一般来讲你的那个速度是抓在六十到九十之间。结果那一台货车，它好死不死，它就是开六十，它就是开时速六十公里。 非常慢，非常慢，以高速公路上面的速度来说，而且那个时候前后左右其实都没有车，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大家知道现在路上的车没有那么多，结果他居然就开六十公里，然后他虽然是开在慢车道，但是就是慢的有够慢，慢到就是大家都觉得他好像是阻碍交通一样的慢，时速六十公里非常慢，而且我开过它的时候啊，我还特别看了一下，它上面那个货车上面还不是写家里物流哦。 它不是一般的物流货车而已哦，那上面是写“家里快递”，什么样的货车开在高速公路上开六十公里？然后你跟我说它是快递，这感觉就像说你叫做捷运，然后你的那个时速大概只有三四十公里，然后你然后你跟我说叫做捷运，你叫做高铁，你叫做高铁，然后每一站都停。 就是这么讽刺，哪有人开在高速公路上，然后开六十公里，然后居然还是一个快递公司，真是太扯了。然后当然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就给我了很多的想象，我就会想说，是不是那个，是不是这个快递公司他现在是怎样？他现在是在是在是在车上传简讯，是不是？还是在车上讲电话？ 还是他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在跟他的妻子聊天，然后他妻子确诊了，然后妻子就是喘不过气来，然后赶快叫救护车，然后他就很紧张。可是他这个货要继续送过去，然后妻子就跟他说：“你现在不要紧张，你现在我知道你还在送货，那你不要紧张。我现在确诊了，我现在就照着那个一九二二的指示去医院，对不对？” 那你不要紧张，你慢慢送货。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慢慢送货，你不能太紧张，不然你会出车祸。然后那个快递公司的那个司机就一直跟自己说：“对我不能太紧张，我不能太紧张，我一定要沉住气，我一定要沉住气。”所以他就把他的车开在最慢的时速。会不会是这样子？就是非常戏剧化的一个时候，就是当你就是。 感到最危险的时候，你最血脉膨胀的时候，然后你逼自己冷静下来，就逼自己冷静下来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反常的行为，你反而变得特别的慢，会不会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件事让我觉得想象很多、啊，让我觉得就是觉得还是那个司机开始要有那个开始突然有心脏病了，然后他现在就是在那个临死之际，他撑着自己的最后一一丝那个意志，然后他那个就有点像是那个。 啊、呃，全全部的那个眼前的一切都在晃动，然后他就随着心跳这边咚咚咚咚咚咚，然后他就左手抓着自己的胸口，然后不断的抽动，然后全身冒着冷汗，然后想说不行，我不能低于最低限速，我还是要保持在六十公里，不然我就是这个高速公路上的千古罪人，我不能。 负担这个乌龟车的骂名会不会是这样？会不会我们不能太苛责他人？我们是不是要为他设想到各种就是稀奇古怪、很离奇的各种的情况？我们不能谩骂他，他开的慢，他也没有违规，是不是是应该是这样？<laughs> 反正我只是觉得看到那台车很妙了，就是这是很扯的一件事情。说到很扯的事情，我上周还有另一个。 很扯的事情，这件事情真的超级夸张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手机电力异常的这种情况哦。反正上周我就遇到一个就是电力异常的情况，就是。 我的我的 iPhone 是那个很很古老的一台手机，它就是六 S 神机啊！听说六 S 之所以会叫做神机的意思，就是说它到现在都还可以用很多，就是 Apple 它更新的程式啊什么的。所以，因为它是一个就是诶、欸，应该是三年前还是四年前的手机了吧？所以它现在还可以更新到现在，还可以就是运作如常，真的是一一件奇迹啊！ 而且之前就是六 S 好像还可以换电池嘛，所以我就我的手机也是换了电池以后，就是现在还是一个头好撞撞的情况。照理来讲是这样，但是上周的时候，上周上周就突然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的那个电池的电量就掉的非常快。它先是先是在白天早上的时候，大概上午呃十点十二点那那段时间就忽然变得特别烫。 变得特别烫，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手就会忽然变那么烫？道理来讲，我也没拿它做什么，然后我其其实使用上也都是用正常的使用，但是它忽然就变得特别烫。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它的那个电量啊，它电量就急速的掉落，你知道吗？就是我只要开着机，特别充饱电之后，然后我放在那边动都不动，然后用都没有用，大概过半个小时，它就剩八十帕的电量，马上就消耗到二十。然后不过是就是充饱电以后，然后从 呃，从我女朋友家，然后坐到坐公车回到我家，大概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时间，它就是从八十几的电量，然后一路掉到剩剩一趴，你知道吗？它直接就是一直消耗，一直消耗，快速的掉一趴。那我就觉得非常紧张，我就还跟我女朋友说：“哇靠，我这个手机这样不行了，我可能真的要换手机。”这六、个、S 果然就是一个古董机啊！我能用到现在，真的是已经奇迹了。他现在已经跟我说。 他现在已经跟我说，他的电池、他的那个机能、他的心脏、他的新陈代谢已经完全不行了。他现在的身体已经急剧的恶化，他就像那个九十岁的老头子一样。然后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好好在保养的话，你没有定期运动的话，然后你可能因为一个灰心丧志，然后你躺在家里大概才一两个礼拜，然后你的那个身体机能就迅速的恶化。他现在就在用这个电量、电池的电量在告诉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在想说。 哇，那我真的要换手机，然后就真的还打开电脑，然后开始看说，哦，如果我要买 Pixel 的话，因为我我下一支可能会想要换成 Google Pixel，我就没有想要继续用 iPhone 了啦。然后就是想说，哇，如果我要去买 p i Google Pixel 的话，我要买哪一支啊？然后当然是那个绿色的嘛，那个绿色的看起来就是还蛮好看的，而且质感蛮好的。然后接下来就看，哦，好像有缺货啊，然后要多少钱啊？然后我是不是还是要顺便就是？ 我是要直接买一个空机呢，还是要就是配门号什么的？原本以为门号优惠还不错啊，但是现在的那个门号优惠好像越来越糟糕了，好像越来越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麼门号优惠的问题。因为我现在也是用四 G 而已，我还没有无意去转换到五 G 了。我也不知道现在五 G 到底有什么好，我不知道。就也许诶，不知道有没有人已经开始用五 G 了，可以来跟我说一下到底五 G 有什么？我现在用四 G 其实就是那个四 G 之前的那种吃到饱。 我其实很早就开始用吃到宝，但是四 G 吃到宝，我其实就觉得很够用了。你平常上网就已经就是还不错，然后直播什么也都蛮好用的。为什么要换成五 G 啊？还是说五 G 真的有什么啊不可思议的功效是怎样？多一 G 就了不起啊？就从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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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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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样？我们以后就可以变少女时代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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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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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之类的吗？我也不知道 <laughs>，看好烂的梗哦、喔。反正就是，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反正我重点就是我的手机快要没电了，所以我就赶快想说，好，我赶快赶快换电池，赶快哎，不是换电池啊，我要赶快换手机。那我就稍微还是，算，我是。 中意那个 Pixel Five 嘛，但是我还是看了一下 iPhone 十二啊，iPhone 十二 mini 的那个呃各种的那个评比嘛，然后再看一下，然后呢我就发现，哎呀，Pixel 在秋天的时候好像还要在就是要出六了嘛，然后那个 iPhone 好像 iPhone 十三也是蠢蠢欲动嘛，这两只手机其实都一直在慢慢的，好像都要崭露头角或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现在换机真的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恰当的时候啊。 因为如果 Pixel 六出的时候，Pixel 五就会降价嘛。我原本就是这样想，然后所以就是，但又没有办法，我的手机就已经挂掉，那个电量这样子耗，我也不是办法。我一定明天就是要去买一只手机，不然就是我天天都要插着电，那该怎么办？所以我就心里已经下定决心，就这样好了，明天就是去买 Pixel Five。结果隔天早上起来，我就一样充饱电，然后就开始观察说啊，我这只手机的电池是不是还是一样这样？ 结果我就发现哦，我好像找到原因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为什么电量这么快的电量这么快的消耗了。我就赶快打电话跟我女友说：“哎，你知道吗？我找到我为什么手机电量消耗这么快。”然后她问我,我说：“为什么？”啊？我说：“因为我热点一直开着，<laughs> 热点一直开着，所以它电量消耗特别快。” 而且消耗就是快到非常夸张，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开个热点会消耗这么快，但是就是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女朋友就骂我：“你白痴哦，超蠢的、欸！”就是因为不过就是热点忘记关，然后就害你差一点去买一只新手机。哎呀，我真的是当下也是觉得蛮可惜。如果真的买回来了以后，就会发现原来只是热点开着的问题啊。 反正我就超蠢的了，我也不知道，就是最近就是老是做这种蠢事。唉，喝一下水。嗯，哎，总之上礼拜就是蛮蠢的了，都是笨笨的在过生活。大概是因为真的太少有那个刺激，然后所以就是你就要找一些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有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对啊。 才会去细细的品味那个之中的蠢呢。哦，我这礼拜还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这礼拜看到一个那个，反正因为之前他，这礼拜其实吵最凶的东西就是那个疫苗嘛，反正每一天都有那个奇怪的资讯更新，要么一方面什么呃，我们又有又有疫苗送进来啊，或者是说大家又一直在吵说，哎、呃，买不到疫苗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什么的。然后我其实就在想。 其实，其实这一次我们真的就是因为，因为我们之前是用那种守城的方式嘛，就是守的很好，防守。我们防守大概把那个防守点数点到最高，就像那种打篮球的时候，大家其实真正觉得佩服的人，都是那种进攻超强的人，三分球投超准的人，灌篮灌超帅，跳很高啊，然后或者是呃很会扒火锅那种，就是很有戏剧化张力的人。如果你是那种。 你的螃蟹步走的特别好，或者是说人家切入的时候你很难让人家切入，可是你也超不到人家的球，大概就是那种防守王的概念。然后你就很会卡位，然后很会防守那种球员。虽然说在那个打全场啊，或者是呃打正规赛的时候是一个很有用、很振奋的球员，但是这种角色通常在。 在这个球场上是不会受到人家称赞，或者是不会受到人家崇拜的。那我们台湾刚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就是一个防守王，你知道吗？我们就是人家想要切入那个病毒想要切入的时候，我们连一步都不让他们过去。或者说人家想要呃已经有过半身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靠着我们那个侧移的那个脚步，然后把它堵起来，让他出手觉得。 越来越左支右绌这种感觉，让他的命中率降低啊，让病毒的命中率降低。我们大概就是以这种防守王的姿态，这种角色存在在这个国际社会之上。那我们之前就是被人家破防了嘛，我们被病毒破防了。病毒一个犀利的一个切角，然后我们那个防守最烂的那个那个呃，也许是防守第六人吧，防守第 <laughs>。 防守第六人上场的时候，然后結果就就就就因为他的那个脚步比较慢，然后绊了一下，然后就被那个病毒给破防了，大概就是这样了。那我们被破防之后，当然就是大家就在讲讲这种疫苗。那我们因为之前就过的就是完全没有病毒的生生活，所以我们完全没有想说我们要买疫苗这件事情，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或者是说，我们并没有觉得说我们有那个需要病毒的，呃，我们需要疫苗的那个急迫性，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就是守的很好，所以我们就亦步亦趋。我们只要在呃防守的阶段，然后我们可能也可能在二零二一年的时候慢慢取得什么，我也不知道一千万或两千万剂基本上就够了啦。我们根本不用在什么，我们根本不用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的时候，然后对不对？就就买进什么五百万、六百万剂，对不对？我们根本不用。 摆到那么早，那那我对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有兴趣，因为现在最最呃全世界基本上有两个模组都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去看，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缺疫苗的情况嘛，那疫苗就是全世界都在疯抢，所以台湾如果要去抢疫苗的话，基本上也是抢不到的，所以我们到底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有点不知道，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到底别的国家到底是怎么买疫苗的？为什么我们就是买不到？然后，当然有人说是什么中国打压，可是我觉得那虽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啦。但是另一个我真的是觉得，也许是我们自己也有一点点责任，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呃，我就想要看那种就是一瞬间可以有超多疫苗的那些国家。 要么是自己研发，大国就可以自己研发嘛之类的。然后那那呃，其他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些国家明明就没有自己自己呃自己投入生产，为什么他们都可以买到疫苗？所以我就去稍微研究一下。那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有两个，就是算是疫苗打的那个优等生呐、啊，就是那个以色列跟新新加坡。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到底人家到底是怎么弄的。就是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 超屌的！我现在就跟跟你们讲一下，像那个以色列是怎么是怎么扫到货的，你知道吗？他就是在去年六月哦，哇，去年六月这个是超久以前，就是很早那个疫苗的时候，他在去去年六月，在那个 BNT 啊，应该是辉瑞吧，BNT 公布实验成功的前一刻，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还在研发疫苗，然后大家都还没有研发成功嘛。 那以色列是在人家研发成功的前一刻，就宣布用两倍的高价直接跟 BNT 采购疫苗，然后并且还提供什么人体接种数据、扫货签约，反正就是他们就是超屌的。他们在人家那个研发都还没有公布成功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像预知未来，知道人家一定会成功。 那当然，有人是说他背后是有一个偷偷的情报网啊，或者是说，反正就是他们里面有一些内线什么的。但是，一样啊，他一样就是直接出两倍的钱去买那个疫苗、哦。我这个决心真的是超屌的，就只能说以色列人真的超屌。以色列人就是你知道吗？他们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就是以前有差点就是灭灭族嘛，所以他们真的是。 为了生存下来，有一种不择手段的感觉，你知道吗？而且他们就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他们就是有钱嘛，所以就是有钱的犹太人，哎，拜托他，我们一定要存活下来，我们就是要不断的繁衍后代，然后我们要什么都要拿到低。我们当然不能死那么多人，对不对？他们就是有那种民族快要快要灭亡的一个那个危机感啊，然后促使他们用两倍的价钱买疫苗，而且是在去年六月的时候。 八竿子就那个那个叫什么、啊？反正就是一切都还没有不明朗的时候，然后就直接哇大手笔这样下去，真的很厉害。就这种事情，我跟你讲，买疫苗这种事情真的有点像赌博、欸，哎，就是你大概就是赌赌看嘛，看人家什么时候出来，然后品质好不好这样子。然后以色列就是靠着他的那个情报网，然后跟靠着他的金钱就赌对了。那另一个赌博很厉害的就是新加坡嘛，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嘛。 新加坡就是一个很会赌的嘛，我们以前看很多东西都很会赌的嘛。新加坡就是一个赌场国家，拜托你说到赌，它有多赌啊？反正我就是觉得，我我那天我那天看到我那个那个呃文章，他就在讲新加坡在这种疫苗买疫苗的时候，他是他是用创投的概念，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他是把它当一个创意投资，你知道吗？他是他是。 拿出他们国家的，好像有一个公积金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直接就是说，哦，我觉得你们这一家研发的成果也许不错。然后他们这次投投资的那几个，嗯，那几个厂商啊，也都是那个，也都是新创公司，类似新创，就是不是传统大厂，像像台湾台湾一向这种东西都是比走比较传统的。 那个 a z 啊 a z 之家好像是牛津还是什么，反正他们是传统大厂，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保守派，我们就是找一个大厂商，觉得说，哎、欸，它的品质应该还可以有保证，那我们就先跟你呃签约，我们买一点你们的。那买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用高价说我们要拿第一批，我们就是要最屌最强，赶快打。我们就是，哎、欸，看你什么时候。 用这个价嘛，合理的价嘛，可以卖给我们，那就好了、啊。那我们可能只有抬价一点点，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早一点点拿到。但是其实我们那个出的价嘛，可能跟国外那种很急的，他们那种呃病例数每次都什么五千、六千、一万在起跳的那些国家，那个就是。 我们的价码应该都是算比较低的，然后他们也没有必要就是呃降价来帮助我们，毕竟我们也不是那种第三世界国家，你知道吗？所以反正就是台湾就是走这种很保守、很很安全的路，然后去取得那个疫苗。啊，新加坡也不一样，新加坡也是在人家八竿子還打不上关系的时候，还是一间小小的新新创创投公司的时候，他就觉得经过那个神圣的那个风险评估跟他们的专业。 呃，专业投资人的顾问的那个指导之下，他们就把他们的超多的经费去扶持那几家小公司，然后后来就是哎、欸，也给他赌对了。赌对了，就是说他们这两家就是有点像骑兵嘛，就是说我把钱丢进去，然后你就哇，腐朽为神奇。你是一家新创公司，然后就研究出就是超屌的疫苗，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啊、呃，马上就可以让我。 我国的人打，然后可能未来赚的钱的话，也许我因为有持有你的股份，我还可以大赚一笔之类的。这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就是一个这种很屌的一个国家，他就是在买疫苗的时候，他不是用买的，以色列还是算是用买的，只是人家情报网很清楚，就是诶。我知道那家会成功，直接跟你两倍，我要买第一批，然后买进来就赶快打。新加坡不一样，新加坡也是那种。 就是那种旁敲侧击，然后投资人分析，就是这家公司觉得未来前景不错，好，那我们就投资入股，然后就扶持你这家公司，然后后来就是也是得到一个很好的。但你知道吗？像以色列那种还算是稳扎稳打要买，但新加坡这种就是说，你投资一家公司，如果它研发疫苗失败的话。 基本上就是你把那个钱就是丢到水里面，就是扑通扑通，你给那家公司，那家公司没做出来就完蛋。所以新加坡这种也是一种赌博，就是但是大家都说买疫苗，在去年的时候，大概去年上半年吧，都还是就是要你你丢进去的钱都是翻牌的，才知道，想翻牌就是大家都还是盖牌的阶段，就是看谁比谁快嘛，研发比谁快，然后品质比谁好嘛，什么都还在。 什么都还是不确定的情况之下，那谁知道啊？总之呢，后来翻牌出来就是啊、哦，以色列跟新加坡真的太屌了，就那么早就赌对了，而且一赌就是赌到一个翻到了名牌，那他们现在真的就是赚翻了。所以不愧是这两个国家，就是太屌。那台湾就是，哎，相对起来就是真的是保守的很多了。哎，所以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像这种国际情势啊，或者是说这种。 这种赌局的东西，你如果叫台湾人来做，台湾人就是有这种哦。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反正我是台湾人，反正我就一起骂啦。反正骂也是在骂我嘛。我们这算自嘲啦。听到你们也不要觉得不爽啊。反正台湾人就是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一方面呢、啊，我们又希望就是我们买来的东西不要太贵啊。你如果像以色列出两倍的钱，你要吗？那个如果你出两倍的钱，就算有那个我们拿到第一批的急迫性，不管是在野党或者是说一边。 呃，旁边的那些酸民啊，吃瓜群众一定就说干一定贪污啦。里面一定就是污来污去啦，两倍哪有人用两倍买？可是他就是不知道我们是为了要买第一批，然后所以才买。所以你说政府会想要加多少价，也不大可能啦加一点点，其实就就呃，例如说在野党或者是酸民，其实就有有有一大堆话可以说了，对不对？然后还有呃。 加价不可能嘛，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我刚刚要讲什么？那个要玩那个新加坡，新加坡那一套。哎，如果说研发失败，你要承担多少风险呢？台湾人也一定不要啊！哎呦，赌博赌输了，一定到时候在那边该该叫，对不对？可是人家就是新加坡，就是有那个气魄，而且可能他还是有那个国际的那个大局观呐、啊。他们的资讯比较呃比较快，比较透明什么的。 之类的这种东西，所以人家就是真的比较屌嘛，人家就真的比较那个心脏比较大颗嘛。那我们在这个国际社会上，基本上就是一个锁国的一个情况。台湾一直有这个是这个问题啦，就是大家都走不出去，你知道吗？大家是真的都待在自己的国内，然后那些作品其实也很难往外。当然，我们只是一个小国，其实很难往外了。但其实就是反正新加坡做得到嘛，但他们就屌嘛。 反正就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你看嘛，我们台湾人如果要疫苗，那你又要品质好，然后你又要便宜，副作用又要小什么的，就是大家就要求很多。你如果说要说好，那你要这些都好，你又要出很多的钱，这就跟那个之前讲啊，请设计师一样，你要速度快、品质好，然后又要有设计感，然后又要怎样怎样，又要怎样怎样。 然后设计师就会讲说，哇，那你钱要吐出来，然后但是他那个业主又说，那可是我又要便宜，拜托我让我 CP 值最高，然后这种事情啊，没有这种事情，好不好？不要以为买疫苗也是就是这样拍拍手指，然后就哇就很厉害啊，在台湾真的不大可能。哎，反正就是我我讲的事情啊。 然后我也觉得，像这种事情，其实不见得真的就是可以全部推到那个中国打压上面。当然，我们在中间买东西啊，或者是签约什么，一定有一些美美嘎嘎。像之前有讲嘛，就是因为可能一个措辞不对，也许就没有买到这样，因为太敏感了嘛。但是也不完全是中国打压了，你知道吗？就是它也也是有它的影响，但是也没，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能这样完全就讲。 我现在是不是站站到一个政治很不正确的地方？我不是说完全没有中国打压，我是说虽然是有，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应该在做事情的时候，先把那件事情先纳入来判断嘛。反正啊，反正我也不懂啊，我可能就是，可能就在这边讲一些五四三而已啦。哎，大概就反正就看这些滴滴扣扣的东西，然后你就看一大堆资料，然后觉得啊、哦，真的是哈、哦。 哎，这种事情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了。我其实最近啊、呃，前一阵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已经很久了。就是中国打压这件事情，就是嗯、呃，大家知道中国大陆最后的目的是是是要统一台湾嘛，对不对？他的只是他的救急目标嘛，对不对？然后我一直觉得，因为我不会不想要再批评台湾到底做的怎么样，所以我现在来批评中国大陆做的怎样。我跟你讲，他们这个策略错了，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现在做的什么什么，就是什么兼柔，那个叫什么忘记了，反正就是不然想不到那个叫什么，反正就一边一边就是呃对你很不好，然后一边对你很好了。他就像那种就是冷冷热交杂的那种策略，然后就是呃一下对你好，然后一下子又打你一巴掌这样子，大概是这种感觉。 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做错了，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台湾人还有台湾的媒体很明显，很明显，我们大家记得的都是都是你对我们不好的部分嘛，所以你你的目的就完全达不到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其实一直有在讲一个讲一个讲一个,讲一个论述，就是其实其实中国政府啊，只要放飞台湾大概二三十年吧，我觉得台湾人主动就会投诚的，你知道吗？ 我讲的那种放飞台湾的意思，就是说，他他就直接说，哦，你们要独立哦，那就独立啊，不然你，不然你没关系，你独立没问题。我我们就是未来都是和平相处。然后你知道吗？我们不止和平相处相处，中国还跟台湾站在同样的国际地位。然后老大哥还会照我们，你知道吗？中国还会照我们，就是照顾台湾。 然后什么呃最惠国待遇，然后我们的那个经济圈都整个融合在一起，然后在国际国际的台面上，我们就是友邦，我们就是好朋友，对不对？然后什么我们可以一起争钓鱼台，对不对？我他他努力让那个钓鱼台都归在台湾这边之类的，反正就就诸如此类，然后运用他的那个国际形势，帮帮台湾扶持台湾成为那个亚太营运中心之类的，他一定办得到啊！这太容易了吧，对不对？ 然后就是什么，我们就知道很多东西都可以，呃，反正同文同种之类的，嗯，语言也相通，对不对？然后我们很多东西都可以互互融嘛，对不对？然后服务全部进来，然后台湾出品的那个译文什么，全部进来，很棒，很棒，让中国人都可以看，对不对？他根本不怕，就是好，你要你要骂我们，你要骂中国，对不对？可以可以给你骂，台湾区限定，让你骂，然后让你进国进我们国。 如果大家爱看中国的人民爱看买单的话，那没关系，就让你火哇，多开心啊，对不对？他只要做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做二三十年，台湾就已经不知不觉融合入中国。那个时候，就是台湾人可能自己都会提案说，那我们我们提一个什么大中华联邦之类的这种概念，我们直接让中国跟台湾在一个大中华联邦的框架下，我们直接就是变成一个。 联邦国或联邦，我也不知道团体之类的。真的啦，真的，因为大国要吞并小国，其实你你大国要，就是你只要有大国的自信，你的那个经济体的规模跟我们的规模，真的跟台湾的规模、中国的规模跟台湾的规模真的差太多，那个量比级真的差太多。你不是这根本不是吞并的，这个是自然而然，就是就是直接碾压，你知道吗？ 在在他们眼中，我们就是一粒白米。这边争这个五年、十年这种地区性、地地域型的这种情况，也不如就是一直一直对我们好，一直对我们好。那后来，大家，我我跟你讲，如果说以台湾人这种尿性，就是谁不想要跟大国啊，谁不想要成为大国啊？我们我们这么在乎面子，这么在乎什么民生名誉的人，我们怎么会不想要跟大国在一起？ 对不对？就例如说，我们常常就是有一些人都说啊，我们不如当美国人好了。我跟你讲，如果今天就是你你跟大家说我们要当美国人，至少有我也不知道三分之一的人吧，或者四分之一的人搞不好拍手叫好，说好啊，我们就直接当成当美国人。或者说你现在说我们当日本人好了，也许也有大概什么我也不知道八分之一的人会说，哎，当日本人其实也不错，对不对？只是主要就是像美国、日本根本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可以说中国。 对不对？中国的、啊，他你你说，大家开开心心，让我们独立，然后活个二三十年，然后只要随便一个人说，诶，如果我们跟中国同文同种，反正都同文同种，然后我们以前也是自古以来就是他们固有疆域，对不对？我们也说他们是我们固有疆域嘛，中华民国固有疆域，对不对？我跟你讲、啊，大家都过得很好的时候，然后过得很和平的时候，怎么会不想要统一在一起？对不对？<laughs> 所以我跟你讲，现在中国的战略就错了。中国就是，呃，这个也要禁，那个也要禁，这个也要限制，那个也要限制。然后如果你你不听我的话，我就要打你。那个是面子之争，那个是，他是赢的面子，输了里子，你知道吗？那如果最好的就是你抛弃你的面子，然后你就一直对台湾很好，一直对台湾很好。我跟你讲，真的，二三十年以后，台湾就自自自动动融合到你们中国体系里面。 这个有点像是黑暗兵法，但是放长远来看，可能真的是这样。我觉得这当有一天如果他们真的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才是我们真的。如果你是真的那种防心很重的人，或者是觉得共产党就是万恶邪恶的那种情况的人的话，就这个时候你才要真的小心啊。就是当他放飞你的时候，当他觉得说没关系啊，你就去做你自己啊，你要独立啊，独立啊，支持啊，赞啊。 台湾站啊 n u m b e r One。No. 啊、<laughs> 如果习近平有一天站在台上说：“我们今天台湾 Number One”，我跟你讲，真的是汗毛直竖啊，太可怕了。但也蛮好玩的，我觉得对啊，反正这辈子应该是不见得可以看得到。但是那个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可行的一个策略了，而且是一个很暗黑的一个策略。 经济体差距太大，哎啊！今天讲了好多政治啊的事情哦、喔。其实我觉得之前就一直觉得，之前就一直觉得不该讲政治，你知道吗？因为政治这种东西啊，就觉得有点免洗，你知道吗？就是他就是就没有用啊。就是你讲一些实事的东西，我知道大家爱听啊，但是他就是。 我其实之前就是很坚持，就是说不要再讲这种，不要再讲时事，因为时事其实蛮无聊。就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而且我们其实那个讯息的来源基本上都有问题，你知道吗？媒体基本上是一个讯息来源非常有问题的东西，因为记者啊，或者是呃老的媒体传媒人啊，他们有的时候在做功课的时候，尤其对他们不了解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完全是瞎了眼在那边写，你知道吗？ 就一知半解而已，而且有的时候那种生态系啊，或者是什么朋友圈，根本完全完全不熟悉的时候，真的是闹了很多的笑话。我讲一个很简单，就譬如说 You YouTuber 圈了，就是他们，我觉得传媒人基本上对 YouTuber 完全没有兴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看一些那个媒体的报道的时候，那我们这种稍微对对新媒体有一点了解的人，就会觉得说他们怎么写的出这种报道？ 他们那些报道都是扭曲了，或者是用拼凑的方式，就是说我知道 A 是事实，我知道 B 是事实，那 A 跟 B 其实，在时间点上，或者是说在因果概念上，完全是完全是不搭嘎的事情，但是他们就把它凑在一起，他们好像就好像说，因为有 A 所以有 B，那完全罔顾了，就是 A 跟 B 之间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看到这种报道，我就会觉得哇，记者真的是到底在干什么啊？就是。 你如果是他们的粉丝，你如果是他们的呃忠实的听众或观众的话，你完全不会觉得说这个记者是有好好在做功课的。<laughs>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总总之，我经过那一那一段时间，就是稍微知道新媒体，然后看到媒体报道新媒体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媒体是真的对新媒体这块完全不了解。那他可以因为这么不了解，所以他。 做出这样的报道，那他在另外的那个领域上面，如果他完全不了解的话，那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出这种模棱两可的报道？因为新媒体体圈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会去解释这件事情，而且就是他们就是那种他们那种报道方式是30，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四十是对的，只是说那个那两两三个事件的连接的方式或。 来龙去脉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是从外面来看的话，好像就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反正那种东西很美微妙、啊，你要说是假讯息，好像也还好；可是你要说是真讯息，可是也说不大过去。所以我相信他们在很多那种资讯上的解读，哈，我觉得是不可信的。所以我顶多就是我如果看媒体的话，我。 最主要还是是看那个确切的资讯。当他想要把那个资讯连在一起，或啊、呃、丢入因果关系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稍微存疑了，对吧？这是我对媒体的一些看法，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要讲实事？因为我我们我们这种素人啊，我们这种市井小民啊，获得那一些。 专业资讯啊，或者是说那些事情事实的那个来源，全都是媒体啊，所以其实还是多多少,少会被媒体的一些解读所影响。所以我就觉得啊，讲、哦、时事这种东西蛮无聊的，而且有一些人就已经做的很好，像什么自奇机器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或者是其他媒体人，他们要不管站什么立场或者做什么样的分析，其实都哎、欸、都蛮有观点的，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没有特别想要讲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但是反正今今天就刚好有要讲到了。主要一开始是因为那个啦，以色列跟新新加坡真的太屌了。以色列就是那种像那种谍报片，一开始就知道怎样，然后出两倍的钱。然后新加坡就是那种创投公司，哇，把买疫苗当做一种投资啊！哇，我真的是压根都没想到，太屌了。所以我才开始讲这件事情啊。 啊，接下来还要讲，我们先下来来讲一些轻松的话题好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呃？如果之前有听过我节目的人，应该就会知道我很推荐一出剧，叫做《那个伦敦生活》，英文叫做《Fleabag、呃》，啊，就是讨厌鬼啊、什么烂人之类的那个字啊。 呃、uh,，fleeback 这个字是这个字啊，然后他就是那个有一个很很厉害的一个女星，叫做 Phoebe Waller Bridge，她是一个英国人，然后她是一个很厉害的剧作家，还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吼。她呃，她所制作的这个剧啊，那这个剧很短，大概六集，每一集二十分钟，然后她总共只出两季。那这两季都是好像都有得艾美奖吧，还是只有第一季得？我不大清楚。但是这一这出剧的那个。 呃，写作啊，跟演出啊，跟拍摄，其实都哇一等一，我非常喜欢，就叫《Fleabag》，然后中文好像有人翻什么《伦敦生活》之类，反正都是啊、呃、对岸盗版翻译 <laughs>，反正就是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看。那我之前又看了另一部，就是由他来写，然后是呃之前在 M 哎、欸、是 M 哦，之前在嗎 HBO 吗？HBO，然后是 HBO。 对，好像在 HBO 上映的，呃，一个叫做《追杀伊娃》吧，Eve, 呃《Killing Eve》。呃，Eve 就是那个 Eve，夏娃。哦，对，《追杀夏娃啦》了，《Killing Killing Eve》就是《追杀夏娃》这部片。哇，然后他的那个、呃、剧作啊，在第一季的时候也是那个 Phoebe Waller-Bridge，就是我刚刚说很厉害的那个演员跟编剧所写的。我真的很喜欢这一部。 第一季就是 B《B B Waller Bridge》，他写的东西有一种就是啊、呃，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场景都很有戏。大概是这样讲，我不知道那个“戏”这个字要怎么跟大家去形容，但是就是呃，可能就是潜台词很多，就是每一个角色都在勾心斗角，或者是在他们在语言上，其实每一句话都讲的不是表面上的字意。 而是背后都有很多的动机啊，背后都有很多的意思啊。有的时候是俏皮的啊，有的时候是隔山打牛那种，隔山打虎，隔山打牛。哦，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啊，就是说，就是就是我讲的这个不是那个意思，这样子有很多潜台词在里面，我就觉得那很很好玩，很有戏。那 B B w a t e r b r d Bridge 他的剧本就特别喜欢，特别特别擅长于这个东西。那我就。 推荐大家去看那个《追杀夏娃》。追杀夏娃的故事，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是怎样啊，让大家就勾起一点兴趣。好，《追杀夏娃》就是在讲呢，诶，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厉害的杀手啊，女杀手，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就是大家都她在各地都杀那种政商名流或特别有名的人，然后她是受雇于一个嗯，类似黑手党的那种。 啊，暗杀机构之类的，那他的那个他的那个作风非常的难以琢磨，因为他没有特别的，就是说什么，例如说我不知道杀了这个人，然后路上把就在那个凶手身上放一张牌或者是什么一朵玫瑰花，什么玫瑰大道之类，他没有做这种事情。每一次的暗杀手段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一样有他的一个。 还有一个 style，你知道吗？就连点杀的，就一定要很优雅。杀的一定就是要让人家知道说，哇，我这个暗杀的手段就是如此的漂亮，这样子。那一般人是不会把这些就是被他杀死的人连接在一起。然后刚好就是在那个一个呃英国谍报单位呢，MI6 的那个里面呢、啊。 有一个女生的分析员、啊、她原本只是一个助理这样的一个角色，M I Six 里面的一个助理的角色。然后她就是她，她是一个，她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就是一个粉丝啊，一个疯狂粉丝。她就特别喜欢研究罪犯。她其实大学的时候还是怎么样，就是研究就是犯罪心理学之类的。所以她就特别喜欢这种变态杀人魔。所以她就慢慢把这些事情事件都都连接在一起，然后就发现，哎。 他发现这个这个世界上好像有这么一号人物，有这么一个杀手。然后他每次犯案的时候，虽然他说不出来哪里确切是确定是这个杀手做的，但是他都有感觉到他的 style，你知道吗？然后他就非常陶醉于他的 style，他就觉得他是他的小粉丝，觉得哇，好棒、哦，好棒哦。 然后他又从头到尾又不会觉得暗杀这件事情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他会觉得被杀的那些人，每个人都是什么，都赚了大钱的人，你知道吗？那都是那种呃，一定有作恶多端的人，一定有收贿啊，一定有做什么，觉得很糟糕事情的人，所以他就觉得他完全不在乎。诶，你只要不要杀到我就好，你就去杀这些很厉害的人，不要杀到我。可是我很，我只想要跟你说，我很欣赏你做的事情。 就是用这种很奇妙的角度，那后来当然这个小助理就被 M I s 里面的一个很厉害的角色呃挖角去，然后就是希望他借由他的分析能力，借由他的呃敏感度去找到去追到这个这个凶手。那这个凶手另一方面也是觉得说。 他后来有意识到有人在追查他，然后他的那个组织也警告他说：“哦，现在 M I six 现在那个他们探员已经有在分析你的行为了，所以你最好低调一点，小心一点。”所以，可是可是因为这个杀手他是一个从小到大特别缺爱的一个人，所以他也很希望被人家找到，你知道，他很希望被被有人能够珍惜他捡回家。所以就是在这种很矛盾的气氛之下，一方面那个那个。 助理是想要把他追气偷很，但另一方面他又其实是，呃，有点像是想要见自己的偶像一面这种这种心情啊。那个杀手了，就是一方面他不能被别人抓到，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有一个浪漫的呃相遇，有一个被人珍惜的一个机会。<laughs> 反正就是，我觉得那个那个那个情况真的是。 那个情况真的非常的扣人心弦啊，然后就是那个 Phoebe Waller Bridge 那个编剧啊，他其实特别擅长去描写这样子的那个呃情欲流动也好，或者是说或者是这种暧昧不清的这种这种欲望跟呃现实的矛盾，还有那种冲突感。 反正那个第一季其实基本上那个整个呃故事的架构跟那个里面的那个对话呃有蛮多部分都是由 Phoebe Waller-Bridge 写的，然后可是到第二季、第三季就不是他主要不是他在写，所以但是我就觉得第一季真的写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所以在这边推荐给大家。然后那个爱奇艺啊，它到六月十四号以前，就是它好像有一个什么。 呃，VIP 免费看的、啊，那爱奇艺上面可以看这一部，就是《Killing Eve》。那推荐大家看第一季，第一季就好，因为第一季真的太好看了。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往后面看了、啊。但是往后面看，如果觉得看的还蛮精彩，还蛮喜欢的话，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但反正你们现在 <laughs> 等我这个节目上线之后，你们大概剩四天的时间可以看这出剧哦。但没关系啊，它的那个呃，每一集大概哎、欸，每一集好像三十到四十分钟吧，然后。 呃、一季只有八集，所以其实也是还 OK 一天可能一两天可能就刻完了，就推荐给大家追杀夏娃 Killing Eve。好了，今天录到这也差不多了，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平静又充满收获的夜晚啊。或者是说，也许你听到现在你已经沉沉睡去，可能你是到呃隔天第二 round 的时候才把我这个节目听完啊，那也没关系。 总之呢，非常高兴能够陪伴大家这个五十几分钟的时间啊，今天录的特别长，对我也没有辜负我上一次的对大家期许，我这一次的内容算是应该有比较理有料了吧，对不对？好了，反正今天就录到现在，谢谢大家的收听啊，我是张庆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